喂，不是你到哪儿了？哎呦我天，还有一个红绿灯，20分钟之前你就这么跟我说的，你快点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还没出门呢？到哪儿了？到腮红了。行啊，咱俩说好的素颜局，你给我化妆了，你赶紧的吧，我都没收拾。还好我收拾了，补补妆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来老妹儿。嗯呐。几个人啊？俩人。都是你这体格吧？啥意思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都是你这体格的话呢，就多点点，你看看菜单啊。我给你介绍啊。嗯。本店吧，就这两样好吃，其余的都不好吃。不是，那你写的干啥吧？写的就是证明本店有这玩意儿。哎，它不好吃，但是这羊肉是新穿的啊。嗯。来几手啊？一手是10串，两个人我看3手就够了啊。3, 9手啊？行，来。不，我说是3手。3×12，12手，那我俩能吃了吗？到底几手？我这么说吧，一手。3手呗。这回对了。哎，那个，你看，吃辣的吗？还行吧。还行吧，是个什么个计量单位呢？是一掐、一捏、一把。还是一捧啊，一掐。你老妹儿，你听我说啊，两个手指头一掐，三个手指头一捏，一只手就一把，两只手一捧，两胳膊都伸出去，这一抱，还哪个？行，那我就要这一掐的一半就行。那是一 K。马上下单啊！好，坐。OK OK。哎呀，不是你到底到哪儿了？我菜都点完了，能不能来了？啥意思？带个外人啊？我有社恐，你不知道吗？不行，男的女的，帅吗？啥玩意儿？你对象啊？妈呀，我这信号不太好，我先挂一下子啊！哎呀妈，他搞对象了，这可咋整啊？说好姐妹一起单身，他先脱单了。妈呀，我还没有呢，这咋整啊？老妹儿啊，嗯，我看你饿的直不来回溜的，要不我先给你泡碗面呢？大哥，泡面来不及了，泡我吧。那个妹儿啊，你用泡吗？你都敷弄了你。哎，孩子，别啊，老妹儿。老妹儿，你听哥说啊，你要是没带钱的话，大哥可以不要。你要是这么整的话，你是要我烧火店的？你这是啊？大哥，等会儿，你刚刚也听着了，我闺蜜她搞对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俩从小比到大，我不能输啊，她有我也得有。你看我都消费了，你帮我顶一下子呗。那你是口头上那种，还是民政局的那种啊？过了今天就行。那没啥意思啊。另外我这个人不能撒谎，一撒谎磕巴。大哥，你不撒谎也磕巴。那倒是。哎呀，大哥，别哎呀，你看、哎、哥，老妹儿你是真有劲。你看你老妹儿的叫着，老妹儿现在有难处了，你不帮老妹儿一把？关键我从小就没撒过谎，我一撒谎我该不纯洁了我呀。妈呀，不帮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看你一表人才、风流倜傥，我能找你当我对象？我是没想到啊，一个宇宙无敌帅气、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，能这么无情。你再说一遍。宇宙无敌帅气、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。你敢再说一遍吗？宇宙无敌帅气、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好大哥。我帮你，
今天晚上就是你的高光时刻。哎，干啥去啊，大哥呀？哎，我在这儿呢，帮谁去了？妈，杨子。哎呀！哎呀！挺好的。好都好，这家伙的一晃多长时间都没见了，差点认不出来你呀、啊！这脸整的咋的了？打疯脸针了，都苍起来了。哎呀，那能跟你比吗？不用打都往起苍啊！怎么的？不混挺好吗？咋回来了呢？混的好不好也得看跟谁比，比上是不足，比你还是有点余。哎，不是。不是带人来了吗？对象呢？咋的？见不得人？停车去了。哎呀，不让来不让来，非得跟着来，说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，怕我别骗跑。你都不知道啊，老年人了。哎呀，老闹心了一天。雪琴，胡子。雪琴。你知道吗？你离开这1分34、35、36秒，我有多想你。你这么长时间干啥去了？别提了，现在的车位实在是太难找了，我特意赶到5:20进的场，找了个1314号的车位，还顺便给你买了支玫瑰。想你。你别老黏着我，我不的。你别老黏着我，我不呢。你看看，就这么往上贴呀，他推都推不走啊。嗯，真好啊！哎呀妈呀，这甜的呀，注点血糖吧你。哎呀，最近确实有点血黏了。那什么，不像你哈，溜光水滑，无依无靠的，没有这种烦恼哈。烦恼来了。这谁呀？这么有年代感呢？这个我得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谁呢？是我辣目杨子的男朋友，叫阿峰啊。辣目杨子知道了，阿峰心里也有数了。你俩是记性不太好吧？老念自己名儿。这叫相敬如宾。辣的呀，杨子。对，杨子啊。啊哈。刚才在听你们聊天，我怕你饿，给你下了一碗面条；我怕煮不烂乎，给你煮了520分钟；我又怕你塞牙，给你剪成了1314个小段段，趁着黏糊先吃吧。哎妈呀，太烫了！烫了好办。喜欢这爱的转圈圈，黏人。凉了吧？凉了，凉了。哎呀，这多亏是要凉一凉啊，要热一热还得抱着跳火坑呢。哎呀，我看这峰哥有把子力气哈。那我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呢？哼。因为我们峰哥可超厉害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峰哥呢主要是就是给人呢提供这个蛋白质啦、脂肪啦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这一块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个配比，没个3-5年的研究和经验，确实都是拿捏不准的。啊，私人营养师呗。嗯哼。有没有营养师我不太清楚，都就是每天呐烟熏火燎的。是。你知道吗？熏那个三文鱼呀、啊，什么菲力牛排，烟是不小、但他的工作不累。咋不累呢？还不累？你站说话不嫌腰疼，还不累？我每天上早市去买肉，
买肉回来穿肉，我还得喂肉、烤肉，什么时候关门取决于客人什么时候走。哎啊，烤串的，嗯呐。哎呀，你不是说你撒谎磕巴吗？关键我不没撒谎吗？那你也不能瞎说实话呀。这说是说实话，我说你说啥玩意儿？我说什么？我准备整你，你这不整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哎呀，让你整这玩意儿？啊，烤串的，烤串的咋的了？妈，没有烤串，啤酒多寂寞呀！您我风格可好了。我走哪儿把店儿给我开到哪儿，什么北上广深下航海，哪儿都有峰哥的店儿啊，这些城市都有店，都有惦记过。别说话了。那个，那我问一下，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？啊，你别说，你听峰哥说。能说吗？看着整吧。那我整了。那是。一起，耶，整挺好。他刚才说什么玩意儿了？说好像是差一串啊。那你俩啥时候能结婚呢？有些人就是笨，说得很清楚，就是听不明白。那是一个爽朗的深秋。天空，那什么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回来吧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出来一下，来，杨子，借一步说话，不借，快点。我怎么瞅这风哥有点魔怔呢？你别让人骗了吧？呀，这不是你现雇的吧？爸，啥意思啊？你带的就是福的，我带的就是骗子呗？你敢说接待福来不是过来演我的？我风哥，我风哥咋了？风哥。啊，峰哥，你真是要长相，要身材，要口齿，你看那牙抠的多好啊！反正我觉得比你家那虚头巴脑的福子强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得比比了。福子，哎，渴了。明白，宝宝，渴了。就喝鲜牛奶，鲜牛奶就喝辉山鲜博士，牛在身边，奶更新鲜。爱牛。哇，好鲜呀！那他鲜还是我鲜？一样鲜。爱你。你咋还搁这抠呢？飞啥了？咋了，祥子？我渴了。渴啊！嗯，快点。沈阳老雪，来一棒子！我想给你一棒子，你咋那么丢脸子呢？啊，你对得起你这张宇宙无敌帅气一笑还有俩小酒窝的脸吗？我最受不了你这句话。那小子，叫谁呢？问你，是不是男人？当然了。会不会喝酒？必须的。催一个。开车了。好，那我先催。哎，到你了。开车了哦。
他刚才他说他开车了吗？嗯，两遍。峰哥呢呀，真呢呀，这峰哥长相、身材、口齿、听力都嘎嘎的哈。我觉得也比福子强。你家福子除了长得帅还会啥？他会开车。别说了。哎，我不光会开车，我还会。哟，没谁了，你还？哎，怕你们吃不了。哎呀妈呀，行了行了，别丢人了别丢人了，赶紧给整一下。喂，谁？杨子。啊，老板，老板过年好。啊，杨子，我现在急需一个年度报表，赶紧给我做一下。啊，那个老板，我现在不是休假呢吗？休什么假？休假？咱们公司有休假吗？你要休假还是业绩啊？老板，我都5年没回家了。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我赶紧要啊，我抓紧。老板，我这……哎，你老板呢？你谁呀？我猎琴，我谁？我浪杨子闺蜜呀、啊。哎，我发现你挺黑呀、啊，你这道德绑架加威胁，心灵不是很纯洁呀、啊。哎，你这不瞧使唤人呢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杨子，我欺负可以，别人欺负不好使。哎，我告诉你啊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多大公司，有你这样老板都干不成，没有人性就等于什么都没有，知不知道？峰哥，骂狠点。你好坏呀！哎呀，你，妈呀，给我吧，快点！哎，那老板不好意思，刚刚都是我朋友，别介意啊。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你到底做不做？嗯，我老板其实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很久了。快点说，别浪费时间。嗯，我不想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不想干了。你不想干了？你不想干了？你能干什么去？我干点啥不行啊？我大不了去仙魔市上班去。我。我一直以为你在外边过得挺好。没想到呢，今天受这份气呢。我最受不了心爱的女人哭。既然回来，就没有必要再往外走了。外边千好万好，哪都不如自己的家里好。拉姆祥子，我发誓，从今以后，我赚钱养家，你负责貌美如花。没谁了你，不干了。就是啊，这峰哥多好啊，虽然说岁数大点但挺疼你。哎呀妈呀，你也说了，你峰哥是这老板，他是我雇的呀。嗯，对呀、啊，我是雇的，我是个假货呀我呀。拉姆祥子，虽然我是你雇的，但是我真心希望你能过我一辈子。来，哎呀妈，真膈人！你说你也是，你非得雇他干啥呀？我干啥呀？我那不为了面吗？我怕你瞧不起我吗？妈呀，你跟他好，我就能瞧起你了？不是，我那意思就是，你看啊，从小你就啥都比我好，比我聪明，比我闯的。那有梦想搁哪儿不能实现呢？外面的世界你都看过了吧，也就那回事儿呗。那有时候不如家好。就是啊，咱们现在辽宁就业创业环境这么好，
人才济济，地大物博，还容不下你这小梦想了。苏瑶，我跟你说，就在咱们大美辽宁待着最得劲儿，在辽宁待着过得舒心，过得开心，每个人都是段子手，人人都是李雪琴。我天哪，宝宝，在你辽宁待着开不开心？不走了，对，不走了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峰哥，给你个机会，好好把握啊！来来来，你站那儿，咱们用虎年超流行的抖音新春特效道具拍一个虎年最甜蜜的视频，让大家看看我们有多幸福。哎，别忘了发布啊，集年味卡能分七亿啊。让我们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不是啊，哥们儿啊，你是我们这小品里边的演员吗？不是，哥，这么回事儿，我在网上呢买了一张盲盒机票，然后呢他问我去哪儿，我说我想去快乐星球，然后就给我拉这儿来了呗。去哪儿？快乐星球啊。辽宁就是快乐星球。